剑侠客是一侠，龙宫太子是子彻，逍遥生的超能力在我这儿，那你应该是……我也应该有古精灵的超能力才对啊，可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各位少侠，你们就是控制我们的人吗？一定是人工智能系统，是因为游戏世界发生了意外，原本要给到蛮王身上的人工智能给到了他们身上，